家好，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Dorothy。今日有一间新开又抵食嘅猪肉店要介绍俾大家，佢哋最平一人 set 都系48蚊咋，即刻试下啦！沙田呢间新开张嘅日式烧肉店以外星人基地做主题，环境充满住科幻感。呢度可以一人一炉烧肉，每个烧烤炉边都有埋抽风系统，食完成餐饭都唔会搞到全身有烟味。仲有外星飞船直接送餐嚟添，超方便啊！商品が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。お皿を両手でお取りください。呢个一人份牛五花套餐有齐日本米饭、沙律同昆布蒸汤。牛五花肉质口感软嫩，一 set 都只系48蚊 ，CP 值够晒高啊！我个人咧就推介呢一个宫崎黄牛 set， 可以食到三款 A 五 A 四黄牛。